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 Nexus。那今天要讲的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。然后至于个人是说，就很少都不会跟别人讲任何，或者是不会跟特别跟同学，或就是除了大学以外，我是台师大毕业的，我是台师大毕业公共卫生系，他没有公共卫生系，反正以后我会再讲。反正看到那个新闻真的很生气，就是说。先讲后面，你反正都你看到这个东西了吧？大家知道那个教育吗？先总，他有一个就是说，他台师大他有一个新的东西，最近有新的东西，就是说什么啊？我现在要帮你开一个点呐、啊，就说我比如说五大科嘛，英文呐、啊，英文、国文、数学、自然，巴拉巴拉。国中嘛，国中那个部分的，国高中的课程，我再开一个点出来给大家去修，开一个班，我忘记是好像一个班或者是几个，反正20或30个，真的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他这个就是说跟那些人是骗那些人，骗那些没进去，花心力去考五大科进去，比如说我是国文系、数学系那些，我就是这一方面特别强，所以我在考，然后我又。这个能力正正当当的考进你这个学校，考进你这个大学、师专、高师大、高师范、中师范，我五六个吧，应该是有五六个师范体系，还有几个花莲那边也有。你基本上就是骗这些人，骗这些人去赚这些赚，只为了赚什么东西？赚一个班的钱而已嘛。有的说你师范体系，你是穷到可悲到底，就是说。只为了赚那一个屁钱吗？一个班的屁钱而已，你就这样子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，把它开出去，重复开，而且已经开过的班，你开过的班早就已经供过于求了，这个东西早就已经供过于求了，所以才要变这些东西啊。那为什么我这个是结尾，我应该是最后这个最后来讲，那我这样会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我现在继续讲下去，我把它接回去这个点上面。为什么叫做重不开放骗钱呢？我问你，你们大家师范进去已经弄了，然后你师范也用了，然后师范的体系就做一个这个叫做教育学分，这个地方我这边教育这个教育学分课程，你经过教育学分课程之后，你就会进入分发进去，然后这个可能忘记好像是一般来说是2年制啊。好，2年制，然后接下来再会有半年到3个月之后，你会分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去那个地方。分过来嘛，然后我们回来讲到这个点嘛，所以为什么说基本上是等于骗钱呢？因为他先做了什么东西，他做了什么东西。我好像是台师大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真糟糕，他根本是垃圾，我就觉得这个大学简直是垃圾到极点。5大科的重新招募，建数学、数国文、自然科、社会，全部都操，这简直是垃圾啊！我就觉得这个学校真的是垃圾到极致，你。前面这个东西哦，学分课程已经饱和了，早就已经饱和了，你凭什么再去开一次？你凭什么再去五大科地方再开一次？我觉得这个骗钱骗到一个极致，你是学校多穷啊，穷到说我不得不多开一个班，那个班能多少吗？了不起10万吧，10万20万就这样而已啊，就为了这个班，就为了这个东西再开一次，然后。这边人又要重新再回去，还是原来的关头，和这些人还可能还是上面的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因为来，我们回到第一点，开放学分制的开放嘛，然后。三一制或50%，好，三一制或50%，意思是说，
前面你在学校吃的东西，现在的师范已经不存在了，师范早就爆掉了，大家。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骗人的。那可能学校可能不讲这个事情，因为他怕他，或者是教授不敢讲，因为教授怕自己的饭碗呢、啊。不不，我没差。31%或50%，意思是说1/3的人没有办法。同样都要的话，你进去的人是30个人，只有10个人可以拿到教育学分，只有10个人，每一年都一样。所以你是抢，比如说第一阶没拿到的。你大一没拿到，大二要再拿一次，大三再拿一次。那不论你怎么样的话，它期限就是2年。拿到2年之后，你会经过半年到3个月的实习，获得实习证明之后，就可以较真啊，较真就是我这样比较有一段时间没有看那个资料，反正他是说先去甄试嘛，然后再去较真，就是先去考证，顺序就是这样。实习嘛，首先先是实习，然后接下来再去考取你的教师证，然后再去教甄，这样子就结束了。我们然后回来看了，3/1就是1/3，大家都会除嘛，2/3是什么？就是2/3，就是比如说刚刚讲了嘛，三十里面只会有10个人，你分数不到就被刷掉。所以我现在50%就是他那个一半，也就是一半的人可以上到课，另外一半的人不可以上到课。另外一套就是这个被大开教育学分，这个就是我第一，你已经觉得够垃圾了，对不对？他还变成教育学分，教育学分是什么？你讲的这个很好听，说教育学分，教育分不就是让我们师范学生去死，懂吗？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叫我们教育学分，就等于开出去，就等于我们师范的学生都死了。为什么？我问你，如果我今天问你哦，警察。你去当警察的时候，然后结果你去警察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要开一个警察学分，学完之后你只要会一些科目，比如说会填资料，然后你不用拿枪，你不用拿枪，你不用去实习，你什么都不用，你只要考完学分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当警察了啊！然后现在又说好，现在比如说消防队，我现在。考个笔试，然后过了学分，拿到了消防学分，我就去当消防员。我靠，这是傻小，那我们这个学什么社会就烂掉了，就不用做了。就像大家都说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就说那个法官都只会读书。那我靠，那你回来，你唯一的。那我们师范唯一的就是努力读书，我努力读书才进去师范这个体系。那你现在他妈的跟我讲说。我的东西别人也可以学，别的一般学校也可以学了。那个名字叫什么？就是这个教育学分。我操你阿妈的，那什么烂东西！所以我现在再重申一次，师范学院已经都是垃圾，已经都是烂掉，超烂的，烂到一个不可地步的地步。如果你没有修到很好，那如果你小朋友就要修。不要叫他赶快离开，离开这个垃圾的地方，离开这个超烂的师范体系，都一样，北中南都一样，花莲都一样，不要进来。真的，我真的从心底里面真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，不要进来，拜托，这个地方已经够浪费人生了，你还要再去？这基本上可以跟你讲了嘛？为什么？因为教育学分开出去了。大家知道护理吗？护理有什么？护理后的学士班，我给你看多夸张吧！护理就是这样子，我的同学就是护理师，然后他整理出来就是这些嘛，护理嘛，专科，他有什么？专科，然后他还有什么5专、2专，还有4技吗？4技我不确定，但这超多。你看护理就是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。
我跟你讲的啊，师范就变成了护理，师范已经就是另外一个护理系的，已经就是护理系的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一心大学。哇靠！你那，我说是怎么回事？是很穷，真的很穷。我觉得学校台湾的教育真的是很烂，烂的到极致，连教育连做那个东西，其实很可笑诶。是专科也要开，四技也要开，大学也要开，护理后又开2年的，这是2年的，4年的，这个忘记，这个好像是5年吗？还是忘记？我靠，这跟你回头看就说哇，真的被搞烂掉一模一样，就一直开放，一直开放，然后开了又嫌钱不够，然后再继续开，再继续重新开放。好。还有一个，好，讲完了，讲了这个东西，好，那还有什么东西？教师证吗？都是这样子吗？实习教师证，那教甄，那教甄现在已经教甄远远少于现代，远远少于我就直接讲一句实话吧，同学，我的学长5、6年前的学长还在考，还在考教甄，一个人、两个人而已，三个人。2个人而已，进去之后有多难考？5年了，5、6年了，你知道我们有几个人上去吗？三个。5年。三个人。3、6、18嘛，看一下。什么？3、6、18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忘记，好随便啦。为什么突然算不出来？我今天脑袋有点乱。反正他只是个，因为一般有3、6、18吧，180啊处理。哎，为什么我算不出来？好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现在头脑很气，我气到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事情。1.6，好，我算出来了。抱歉，我刚刚脑袋有点怪怪。1.6%，好，1.6%，我靠，每一个，5年6年的人只有1.6%，1.6%，我靠。明年就只有1.6%人可以上去而已，而且这个还是说你都努力哦，努力读书哦。最后来讲一个最让人生气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讲什么免费？免费你也骂嘞！我操！你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人很好骗吗？你跟智人也是一模一样，他那个较真，他的那个东西竞争压力大，就他们医生也有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屁东西哦。医生也有一个都是什么荷兰呐、啊，荷兰学嘛，荷兰学。荷兰学的那医生嘛，我忘记好像是荷兰，就是那个叫做荷学，也就是说荷兰的，因为那个时候荷兰的烂有一个还蛮烂的东西，就是他好像没有检查，他当地有一个东西变出来是说什么不用检查，他就可以去做这个东西，那个荷学我忘记是不是荷兰的，如果不是的话要纠正我。那荷学被。那个时候核学就这样批量生出来，因为考进去的话免钱，然后还可以拿那个医学的东西，谁不想要？那回来就啰嗦说，我们现在学其实不是那么的在乎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
对钱非常非常渴望的那个年代早就已经过去了，然后要把这个东西当做，要把考到教师免费当做一个点，已经没有很少，坦白讲已经很少了，因为就这样讲了嘛，为什么已经被搞烂掉了？免费，你免费要免费什么？而且。像我师大、台师大进去的话，2万、3万其实都没有差。国外哈佛那个100万嘛，我大概3.5万吧。那国外大概100万吧，一年。好，一年嘛，然后。是吗？你说这公立嘛？公立其实公立学制就这样子而已啊，我就只要付一个费用，然后就大概学分费啊，因为大学就这样子啊，就没他只是收学杂费，那并不会有什么样啊。所以14万，老师，哎，大家，14万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那其实14万也不能做很好啦，其实14万普普通通啦。啊，如果你真的很缺钱，那你去做为了这个东西，你去做免费的是可以。可是我觉得你去 7-Eleven 打工都，你去 7-Eleven 打工一个月就3万5了啊，那大概就4年你也就存到了啊。就说，如果你真的很在乎这个钱的话，你其实你去外面工作，随便工作都有3万5啊，护理师3.5万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到这个地方，帮我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再吃饭了，不要再带更多人来牺牲你自己的年资，牺牲你自己的岁月来浪费你的东西在吃饭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就讲到这个地方。